演出韩剧《第一批逃兵追缉令》，二等兵安俊浩一角，人气更上一层楼的最帅逃兵丁海寅，暌违四年，准备再度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啦！丁海寅迎接出道十周年，主办单位今天宣布，见面会即将在10月7号晚间举行。相隔四年再度来台，除了与久违的台粉共享欢乐时光，爱吃肉的丁海寅透露，因为要准备见面会，对于食物严格控管，真的吃了很多青菜。针对出道十周年的感想，丁海寅也说自己每天都很努力，因为每天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对于2018年接拍让他人气暴涨的韩剧《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》，至今仍是抱着无限感激。这次见面会从首尔启程，将前往香港、日本、台北、曼谷、新加坡等地，11月还要继续飞往北美多个城市，只能说男神真的是非常忙碌。见面会门票将于8月20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，想和男神一起在台湾迎接第10个季节的粉丝们，请不要错过啦！